科目一过来有望提上心爱的小摩托，科目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科目二完全没有问题。科目二完全没有问题，对。科目一真的是太简单了。科目一多少分？92分。但92分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电脑卡了，我那天我还好我的准确率高，因为它一卡我有两个题就漏了，就没有做两道题，明明可以做的，但是那4分就没了。如果拿到驾照会跟大家分享吗？必须的，而且这一次考那个科目二科目三是在七夕节。